佛门中的超见法事是一种与不同维次空间众生沟通的方式，而净宗学会的超见法事以三十信念为主。三十信念仪式是由元代中峰国师所制定，内容礼赞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并提倡念佛求生极乐净土。中峰三十信念自元代使用至今，已有700多年历史。与其他度亡仪式比较，其形式简单，不铺张。仪式中没有太多繁复的咒语和解手印，且处处蕴含了中峰国师的佛法开示，使三十信念同时具有度亡佛事和了解佛法义理的功能。三十信念的目的是为了超见亡灵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永离茫茫业海。然而此仪轨所蕴含的精神更令生者受用，生者若以至诚心读诵听讲并发愿奉行，必能脱智莲胎，圆满无上菩提。因此三十信念实为名扬两利之法事。西元2006年开始，华藏净宗学会首次于台北国际会议中心举办中原普渡消灾祈福三十信念法会，法会为期2天，广邀各界和海内外同修共同参与。为了让每一位参与的同修都能法喜充满，从筹备过程到法会圆满，本会在各个环节上都不轻忽。我们把它定场地的时候，它展览馆要配合，要把同样的场地哈、要留给我们的。他说：“哎，我3000个，赶快去拿，不然不准值华币，他大概得休息。”在人力资源方面，完善的分组规划，有效率的执行工作，且各组之间能无障碍的沟通和协调。以因应任何突发状况的产生。8月中即将举办的中原法会，相关的宣传资料和报名表，在5月底时便陆续寄送，方便每一位想参加的人能及早安排好时间。义工们将已经打印好的宣传单和报名表一份一份压折整齐，宣传单、报名表和无限的诚敬一同放入信封内，希望每一位收到的人都能接受这份虔诚的邀请。中原法会的宣传活动已经开跑，而各组的筹备工作也如火如荼展开。除了填写寄回纸本的报名表外，也可以透过电话或是亲自到学会柜台报名。此外也能借由网络线上报名，让海外的同修以及忙于工作和生活的大众有更便捷的选择。除了报名方式数位化，本会也提供线上填写牌位的服务，大众可以透过网络，不受限于时间、地点，亲自填写牌位。当然，考量到并非人人都使用网络，本会也将折叠整齐的空白牌位包，随着报名表和法会宣传单一同寄出，让习惯自己书写牌位的信众能够亲笔填上。场地指引、告示说明、
人员吊牌、海报标语，这些在法会现场不可或缺的道具，都是由美宣组人员制作的。同时，该组也负责法会当天各个用餐场地所需的座位估算。实际丈量椅子的尺寸，城市规划出座位总数，力求零误差。双号35，单号40。双号，它要分两包啊。各单位不仅仅忙着筹备法会相关物品，在人员培训的部分也是战战兢兢。双号是一个双号，然后你们是什么？里面是黑圈圈，那明白吗？这个带队哦，这是个带吃饭的地方，人家走迷宫了，是智力。再来是201在原地吃饭，201的在原地吃饭。为了让各地远道而来参加法会的同修们有宾至如归的感受，接待组的义工特地抽出假日的时间，加强礼仪和应对，一而再、再而三地练习仪态和说话语调。欢迎您看着对方，或者走动的人也好，欢迎您。阿弥陀佛在弯腰，好，请。欢迎您，阿弥陀佛。除了接待礼仪的训练，接待组和嘉宾组的义工们也到法会场地实际勘察，亲自走一趟进场和退场的路线，了解各楼层的状况，并先讨论可能会遇到的种种情况和因应对策。直接上去，今天晚上看他们的那个颜色的那个票，然后请他们往上。我们基本上到这边，像师傅可能也比较好说。义工们谨慎地搬运一车又一车再送来的舞台布置用品和法宝，而重量较沉的佛像更是多位义工们一起携手同心的小心护送。你不要再来，你要进来一点点，我把这个弄开，对，这一点。为了将巨幅的阿弥陀佛佛像端正定位，众人们来来回回调整了好几次角度和位置，看似简单的工作，却实实在在地考验了人们的耐心和专注。铺上绒巾，围起布幔，钉好花边，原本简单的一张桌子，经过义工们巧手装点后，气氛顿时庄严了起来。除了大会堂舞台上的主坛场外，位于二楼的201会议室也安置了较小型的供桌，座椅整齐排列，坛场细心布置，义工们耐心地用纯手工的方式庄严道场的每一个细节。
一室四方清香满溢。供花区的义工们细心整理花材，并开始布置坛场需要的各式供花。花瓣已盛满，被安量了，1、2、3、4、5、6、7、8、9、10、11、12。在佛法里面，花代表因，看到花就要知道修好因，种善因，就是要时时提醒自己断恶修善。后台另一边，负责供果区的义工们正忙着拆开一箱箱水果，并用干净白布一颗颗的仔细擦拭，再将这些饱满丰硕的果实装叠成塔。这半的像这半，嘿，上一次我们我后来改为这样子的。果是如来所证的无上菩提涅槃，代表果报，提醒我们一定要修行正果。善因结善果，恶因结恶果，清净因结清净果。我们在佛前供花供果，就是要提醒自己念念不昧因果。日常生活中的起心动念、待人接物，只要时时刻刻都记得因缘果报，自然就会努力断恶修善。因为因好，果一定好。受限于现场座位的数量，本会无法让每一个人都亲临现场，不过透过网络直播的方式，完全消弭了空间上的限制，让十方法界一切众生都有机会同参法音。经过几个小时的场地布置后，舞台上的主坛场越显庄严隆重，义工们加紧速度赶工之余，也再三检查确认有无缺失或不妥善之处。众人莫不齐心协力，为明日的法会做好万全准备。晴朗的天气，温暖的阳光，台北国际会议中心周围慢慢涌现了人潮。参加法会的大众一早就来排队入场，长长的人龙队伍蜿蜒了好几处，然而聚集的会众人群并没有喧哗的聊天细语声，人人都静心的等待。好，开放入场了，请进。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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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大众。余冠进入会场就坐后，众人恭敬地打开无量寿经经本，秉着虔诚的心念，一字一句清晰地读诵。透过众人之口，无量寿经化作清亮音声，绕遍了整座会议中心。就在众人恭诵无量寿经的同时，义工们正忙着排列中午用餐区的座位，对照着先前规划出的图表，把一张张的塑胶椅排列整齐并擦拭干净。义工们动作利落地在短时间内安置好了上千张座椅。
安排上千人的用膳是个大工程，除了需要调度可容纳这么多人的空间外，餐点的准备更是一大挑战。你这个空调啊，你若先烫过，放你这烫过，你就把这个菜先烫了，哦，你就把菜先烫了。所以你放你啊先烫，啊这一个昨天这啊先烫哈，蒜啊，这空调这个准备啊，这个菜先把它放了起来了哈，先放了起来。哦，所以各位哈，各位菩萨，拜托你，哦，就刚刚呢，咱提前要走，咱提前走。啊！那边换菜，各位你嘛卖迄个黄豆了，对无？后壁咱有无迄个？各位先生，听听吼，你别手咱无人来搬吼。你只要你是做面包啊，你烫菜、切菜，你就切菜。啊，你烹炸就算吼，你做迄个菜为好，尽量卖用吼，尽量卖用，看每一天交叉换着。好，各位安尼，各位菩萨安尼吼，等下咱就开始卖了。早上七点半，三重净宗别院已经聚集了几十位义工。在宏远食品协助下，一字排开的四条便当生产线八点整准时启动。口罩、帽子、围裙、手套，生产线上的每一位义工完全比照专业程序，在卫生方面一点都不马虎。为了避免食物的浪费，本会在便当的数量掌控上格外谨慎，当会场开放大众入场时，即刻进行首次的用餐人数估算和回报，待大众确定就位后，各区域负责统计的义工会将更精确的数字统计出来，并进行第二次回报。从一个空的便当到盛满菜肴的餐盒，除了靠生产线上几乎不曾停歇过的双手外，厨房大寮内的几位中破塞更是功不可没。厨房的温度映衬着内心的热度，伴随着热腾腾的蒸汽，大厨们双手握着锅铲卖力地拌炒，身上的衣服湿了又干，干了又湿，成就了这一车又一车的热菜佳肴。十点整，车辆装载着刚出炉的便当，出发前往会场。相机组的义工们脱除装备，稍事休息。虽然他们无法第一时间亲临法会现场参与，但透过欢喜付出和网络即时转播，每一位相机菩萨的内心都同入经藏之中。请以下各单位代表，请于12:50圆友会代表一位，台南华藏女除了义工明确的导引外，本会也在座位识别证上标注了用餐区域。为了方便不按中文的同修们，特地选用图案标注，让大家能很快地找到用餐场地。午膳过后，大厅挤满了请领法宝的人群，无论是光碟、经书、佛像、念佛机、读经机，或是其他各式结缘品，均免费与大众结缘，希望能将菩提的种子植入更多人心中。静心端坐，肃穆梳洗，
二楼一语的牌位登记处提供牌位的现场填写服务，义工们细心对照，一笔一画恭敬地写下有缘众生的名字。一句阿弥陀佛名号，能灭八万亿劫生死重苦。诵持名号的功德不可思议。我们一心系念名号，不但能摄收自身纷乱的思绪，同时也接受佛光的助照。众人摄心念佛，佛力加持下所产生的功德利益，更不可思议。因为每个人体质不同，参与法会时往往有各式各样的反应出现，所以本会设置了医疗组，并提供原始点按摩服务，以缓解大众身体上的不适。中峰国师所编的三十信念课本中，只有劝导亡灵念佛求生净土，并无任何施食的仪式。本会在第三十法事当中加入小蒙山，普施十方六道群灵。眼界八满世间探索多有名生净土，为一生宝和菩提究竟的成无上道功德无边尽为乐一切苦烦同法师如灯。地狱恶鬼众生苦不堪言，因造作不善业之故，纵然看见饮食也无法得到，所以佛门里头用经咒加持，使之能得到甘露饮食，暂解苦痛。此时便是花一切有情功，便以此功德普及一切时时亦有情，皆共成佛道。汝等故闻中，我今是汝功，此时便是花一切故闻功，愿以此功德普及。施食属于财布施，法事中的诵经开示是法布施，无论顿根立根的众生，期望他们都能从法会中获得受用，离苦得乐。法会圆满当天，负责收取牌位的义工们在第三十忏悔文进行的同时，依序取下供奉在地藏殿的牌位。华严经云，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大乘经上教导我们，一切众生本来是佛，
我们应当以恭敬诸佛如来的心，恭敬一切有形无形的众生。娑婆是梵语，意思是堪忍，说明我们身处五浊恶世，却能够忍耐，不思出离，总是迷惑于眼前的种种假象，并为此甘受轮回之苦。中峰禅师在《法事白文》中开示道：“是以念佛之人，若不发愿往生，纵有功横，亦成虚设，以不顺佛故。我们今生有幸遇到净土法门，应当把握这难得机缘，念佛求生西方净土，切莫在六道之中继续流转蹉跎。”如此，才真为报师恩、报佛恩、报众生恩。